该轮到英国限制阳康了。从1月5号起，从中国大陆前往英格兰需要提供两日内新冠检测结果，11岁及以下的儿童不需要。这适用于所有从中国大陆出发的直飞和转飞的航班，包括经停香港和澳门。旅客需提供检测结果的原件必须是英语、法语或西班牙语，航空公司将进行检查。从1月8号起，乘客在抵达英国的时候将被邀请进行自愿的检测，以检测潜在的新冠病毒的新变种。这些措施只是临时性的，并将持续接受评估。关注我，关注最新的访英资讯。